一档系大热门马，好，你一开闸嘅时候咧，稍微慢啲啊，又系只二宝啊，前面快嘅马咧，中间有正白旗啦，出边美丽之星啦，内栏好好分啊，但系我当个飞哥嚟噶，再摄翻入边咧，仲有呢只好先生啦，后边嗰层咧，仲有真诚真意同埋威武复星嘅内栏噶，再见到中档咧，仲有呢只军功啦，外边位置有呢只好易稳噶。再數後面奪金，尾四勁走王，尾三紅衫嗰只咧就卡達英啊，尾二內欄就二寶包咗落，尾咧就飛躍之區嚟噶。轉800米彎，美麗之星帶頭，跟住第二位飛哥，內欄第三咧，仲有呢只咧就好好分啊。再見到中檔第四黃衫咧，仲有呢只正白旗啦，外邊位置好易揾就灰馬嚟噶，內欄咧大約第六位咧仲係好先生，數後邊嘅馬啦，仲有呢個真誠真意威武復星軍功啊，出邊奪金啊，中間就勁走王都留得好辛苦喺尾四啊，尾三入邊咧仲有二寶啦，後邊兩隻卡達英同埋咧就飛躍之區嚟噶，好啦入直路咁滯咯，前面透出美麗之星啊，見到中間有飛哥啦，外邊上嚟啦就係呢個好易揾中檔位置仲有正白旗啊，攝入邊內欄仲有威武復星。中间打冲锋的马有军功那些马兜到来最后200米美丽之星靠大步揽还有的中间位置有好易稳埋边的飞哥啦中档位置还有正白旗出面追上来就是这只二宝最后百多米美丽之星放来了两个身位都赢紧这场赛事了跑第二名的马相当接近有二宝外面追上来第三名就飞哥第四名呢就是这只好好分还有呢就威武复星要影相摆前就得噶啦，真系，结果就美丽之星顺利摆咗喺前面就一放到底啦，二宝都好蚀张啊，内栏兜出去大我当第二、第三飞哥，巨额过关得手，美丽之星临尾回飞回到有85蚊啊，哇肥啦，操控住个慢步速一放到底，二宝跑第二，飞哥第三，第四咧就系好好分啊，几舒服啊，蔡明少放得。无思议啊，无思议放系无思议 ，sorry， 无思议。哇，放得几舒服啊！个步速又偏慢，跟住嗰只对手咧，二宝咧又只系慢闸。而家大家一齐受惠于个慢步速，所以都冇乜逼佢。嗯，其实如果你斋计第二段，真系哇，慢成秒几嗰段，好夸张。头段就慢两线，第二段又慢秒几，即系加埋都慢咗。一秒三线头两段夸张，咁如果咁讲话慢闸嗰只二宝咪好犀利，佢一路慢闸，跟住又遇到慢步速，原台喺包尾，跟住直路咧飞出去，好彩有个窿啊咁样啊，伟达揾到，但爆上嚟咧好犀利，大热门就叫做力补翻个 Q 胆啦，只二宝。另一匹四岁马啦，佢都系会去跑啲，睇下会唔会再跑啲四岁系列赛啊？呢个美丽之星，今日都有啲四岁嗰啲马咧，都分途出击噶，都唔系一定跑晒啲第七场嗰场香港一级赛噶，尾场都有啊，有只热门嘅滑出传奇都系啦，都系留翻落嚟，即系尽量希望赢得高分啲，就跑场正本戏啊！而家都系大热门嚟嘅，系啊，睇下会唔会今日系呢啲马威啦。把握呢个85分评分上限嘅一场三班赛啊，美丽之星，终于都系而家就系喺二班落嚟三班跑嗰啲马咧，就全部都跑得好啲。同埋呢场真系冇乜快马咯，所以你见到前面嗰两只都可以跑第一、第三咯。正白旗又好好分啊，最紧要就系正白旗又唔放嗰度好，咁啊结果咧，美丽之星同埋飞哥就一齐喺前面可以赚得到。只只揿住都冇一冇一个骑士喐手，连好好分都系捉到实一实嘅，你睇下嗰度，哇几慢！我谂伟达都跑到中间都心知不妙啦，咁慢，超慢步速啦！咁你今日个地快前三段1分0秒400，哇低班都冇咁慢啦、啊！你睇嗰只劲走王啊，哇乱晒龙啊，一慢起上嚟，一慢佢嗌救命啦！系啊，正常步速佢唔想斗嘅。反而二宝啊，虽然即系慢喺里边，但系就冇只劲走王即系咁
咁辛苦咯，已經留得。可能姜成大家有啲唔同啦。不過嗰只競爭都真係好犀利，麻煩㗎啦。可以揾到原來黃空三碟，好好分你一路波 set 位啊！跟住美麗之星，而家阿偉大嗰只就飛出去外邊。卡達應該慢咗個閘再 set 埋慢無速，咁啊追翻個第二都真係勁㗎。即係二寶啊，係啊，嗯，係啊。系得佢一只叫真系追得咁劲，一定要改善咗起步嗰个问题咯，已经系养成咗一个习惯，好多场都慢杀噶啦呢二宝。其实伟达都打小圈噶啦，即系有啲嘢都怪唔到骑士。啊，又揾阿国能搞搞佢啦吓。系啦，睇正式派彩炮第一名一号美丽之星队。